新北市八里区龙明路一段河堤边，在五号中午十二点左右，有民众发现半颗腐坏的人头漂浮在河面上，警方获报赶抵现场，并同时通知消防进行搜寻。12:55，消防人员发现打捞上岸，因为泡水发黑浮肿，目前身份不明。警方已报请士林地检署相验，遗体已送至新北市立殡仪馆，由检察官相验中，厘清死者身份。